肯德基79元套餐 IP 比广告缩水，差很大。肯德基本周起新推两款79元的全民快乐点套餐，有 BBQ 双酱乐鸡堡、蜂蜜芥末乐鸡卷两种主餐，另含薯条、饮料。想跟麦当劳超值午晚餐抢客，让吃过的网友颇闻哀嚎，说简直像到了小人国。缩水到如此寒酸，连平常文静可爱的同事都飙出脏话。苹果实际测量发现，乐鸡堡仅约巴掌大，里面材料仅有炸过的鸡柳条，加上番茄酱和芥末酱，而乐鸡卷更只有掌心大小，比 iPhone 4S 手机尺寸还迷你，里面也只是小片炸鸡搭上一片生菜。感觉是受骗，因为第一眼做得很好，可是实体上占少一号，然后里面内容物又很少，不愿意，我宁愿去买个便当。差很多啊，感觉上面很大，这边很小，这样太贵了。台湾肯德基表示，消费者如果不满意可向现场人员反映更换。公平会表示，广告图片也视同契约一部分，业者不能以标注仅供参考字样就卸责。北市卫生局表示会实地调查该商品，民众也可申诉进行调解。邓新闻台北报道。